你自己想，看清楚，那个轮椅的什么都做了，轮椅的那个道都做了，还不明白？因为有些师傅他们不要住外面的，那个金行道，他这个现在已经该开了的，到时候这边有一个金行道了，那这个是真的是要给那个长老住的。那长老假如是坐轮椅的，那轮椅还可以推上去啊，这样明白吗？那边他这个没有用楼梯的啊，所以才坐那个轮子轮椅的那个跑道啊，看到吗？